女团 aespa 成员卡琳娜近日透过个人社群分享前阵子休假到日本北海道游玩的照片。卡琳娜绑着可爱丸子头发型，身穿灰色大衣、高领针织毛衣以及条纹图案的宽松裤子，拿着摄影机在雪地里玩得相当开心。最近网络上也传出卡琳娜的美谈，有位粉丝分享两周前去北海道旅游时二度偶遇卡琳娜，刚开始以为只是长得很像卡琳娜的漂亮女生，询问了 Instagram 账号才发现是卡琳娜本人，没想到第二天又在餐厅遇到了，本来想装作不认识，但是姐姐先向我们打招呼，心想不能成为卡琳娜休假的负担，所以集中精力和朋友聊天，尽量不去看前方。而据该位粉丝透露，当天他们去吃的是羊肉餐厅，卡琳娜不仅偷偷帮他们付钱，还做足了签名跟合照福利，相当宠粉又亲民。